小虎，小虎，你现在你身后走过一个小伙子，啊，高高帅帅的。帅哥，耽误您一分钟，干嘛？我觉得您特有范儿，我觉得您特有范儿，我特、嗯，尤其是这条裤子，我，你今天，我觉得我在沈阳能看到你，像你穿的，像你穿成这么有范儿的人很少见，我所以，尤其是我能，尤其是，我想买你这条裤子，你愿意卖我吗？我这不好看呢，你买它干啥呀？这还不好看？好看这不好看，还有什么裤子好看？你见过这么搭配的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多范儿啊！我就这条裤子，你买了我，你买卖给你了，我算啥呀？50。50块钱怎么了？50块钱是我知道，50块钱是有点少，对于咱们现在来买条裤，对，这么着，我拿我这条裤子给你换。我再给你加50。不行啊，你这条裤子多少钱？我这条裤子打完折600多。嗯，行，哪换呢？好了，可以接地了。我们现在折磨这小虎时间已经够长了啊，走了。你里面穿内裤了吗？我正好今天我这工作服，我穿两条。啊，你穿两条啊？工作服，你不买？哦，买，那，好了。哎呀，谢谢二位，这二位多认真，在这边这穿上吧，穿上，系上。你要是再不，我真的我担心我要不要脱裤子？他穿了两条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把裤子卖给你吗？明白了。参加我们节目有什么样的感受？爽。